自从我妈在我小时候过世之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的同学都很羡慕我，说我像一只自由自在在天空翱翔的麻雀，不像他们是一只被关在保护下成长的金丝雀。妹妹，爸爸要出国工作一个月，这里有钱和信用卡，应该够你用了，爸爸。如果我可以选择，我宁愿当一只金丝雀。喂，妈。我快到家了，一定要等我回家才可以开饭哦。好。从小，我就是一个人长大。我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。我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我？确定？他没有，都没有骗我，你没有骗我，歪了，我打屁股，要写功课，有没有听过？什么时候才能够拥有自己幸福的家庭呢？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幸福的微笑呢？Tell me what's wrong with anxiety when everyone I do can see. 打屁！我等你啦。去哪子 ？Tell me what's wrong with. 我是安尼唱，路边一张槟榔树，有一个主人伫遐拍卡唱。这样唱会不会？要上去读书。等一下啊，继续啊。Tell me what's wrong with anxiety。还不上去？就说等一下啊。等一下，高中生就是好好读书，玩什么音乐？为什么不能玩音乐？玩音乐很当饭吃啊！老子辛苦赚钱是要给你们读书的。音乐是我梦想。梦想，梦想能当饭吃啊？为什么你就不能支持我们？别人都可以，别人都可以玩乐团，为什么就不行？别人的小孩是别人的小孩，你们是我生的，我养你们，你们就是给我乖乖听话。但是我们真的很喜欢玩音乐啊！玩音乐，音乐人当饭吃嘛，我讲过了。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？别人是别人的事情，你们是我生的，是我养的，你听我的话就对了。音乐是我们兴趣，音乐是我们梦想。
只有在音乐中，我们才找到真正的自己。干什么？啊，造反了、啊！不听话，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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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饭一样啊，真是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阻碍。一年前我们差不多也是你们这个样子，越坎坷的路会走越精彩，就看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。Yeah, man. 加加。Ready? Set up.什么不对，别憔悴，伴着